床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家具，舒适的睡眠也是一天活力的来源。今天为大家带来 Summerface 高级定制床垫，请林先生为我们介绍 Summerface 的品牌历史。Summerface 在英国伦敦，它的前身是众所皆知的一个奢华饭店 Savoy 酒店。在1905年之前，饭店的创办者，他为了要找出全世界最舒适的床垫，那因为遍及全世界都没有符合他要求的好床，那他跟他太太就找来全英国最顶尖的工匠，依照他们的要求跟设计，打造出来一张时至今日全世界最奢华舒适的 Number Two Savoy 经典好床。请林先生为我们介绍 Summerface 的产品特色。英国 Summerface 是全世界唯一采用纯天然材质，它的内材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马尾毛，它采用南美洲全世界最珍贵的天然马尾毛，还有英国的小羔羊毛，还有天然的棉花。全床制作过程是纯手工制作，它没有一丁点的化学粘着剂。这也是为什么 Summerface 它的制作过程会非常耗时，然后它的造价也会比较昂贵的原因之一。那我们有哪一些种类可以供消费者定制呢？英国 Summerface 是全球独一无二，可以供应消费者任何的 design、任何的风格、任何的形式的定制床唯一品牌。从床头板的形制选择，甚至于宽度、高度、面料、车缝线，都可以依照您的空间需求，还有消费者的个人品味喜好来做选择。下床也可以依照你的要求，帮您置入您所需要的个人生活习惯风格，甚至于床腿的形式，英国原厂都可以依照你的要求，帮你独一无二的打造出来。这是英国 Summerface 服务全球的客制部门。